哇，菜市场啊，印尼华人菜市场，哎，早餐多，小吃多，你看这个炒的，你还要不要？沙爹巴比鸡狗。哦，猪肉串儿啊，你看多棒！哎呀，油条，哇，这边卖油条，炸油条，你看。切的一段一段的，你看，油条炸的这种带芝麻的也有啊。哟，美女炸油条，Hello，谢谢谢谢谢谢，哇，开始了啊。Hello，哟，早安，墨迹，哇，又上次说到这个墨迹，这是粉，有点像驴打滚啊，北京的驴打滚啊，来哥打两个，这边是。用香料腌的鸡肉，然后回家可以炸。大姐，你好，早安，早安，你好。春卷儿，春卷儿，里边也有一个炸油条的啊。这边是，你好。吴苑，吴苑，鸡中粉，吴苑。找饭改的。鸡中粉没有。找饭比较冷。耶，知道了，谢谢啊，法硕国令。这是炸的牛肉丸儿，跟那个鱼饼一起，好，到了市场了，市场也是人热闹啊。这边卖衣服的，哇，水果，咱们转一转啊，水果。哇，苹果，这过年的时候更热闹啊！你看，啊，还有荔枝啊，哇，还有荔枝，哇哦，荔枝难得一见啊！印尼不产荔枝啊？啥都给我玩吧。那都是布鲁。斯拉都是布里布啊。有点贵啊，荔枝在这边卖50块钱一公斤啊，这么一点儿，50块钱。哇哇！加利亚巴尼木瓜，哇！香蕉，哎呦，会说中文呐，啊，会说中文，啊，是这是香蕉，香蕉，啊，这个木瓜，哎呦，这个，吉罗阿巴吉罗，那么样，柚子，柚子，啊，哇，如果九十个就橘子。橘子，你那柚子，柚子啊，北大，对，柚子，北大，哎呀，哇，你看这个本地人在这边卖啊，在华人市场里边都会说中文了啊，谢谢啊，谢谢，哎呀呀，谢哈子拉路，啊，哈姆德里拉，身体健康，给马尔克新疆阿曼，呀，新疆阿曼，新疆，哇，打过新疆呀，到了穆斯林，呀，万家穆斯林在那呀，呀，阿曼阿曼。OK，谢谢啊！要谢谢。哇，人家这个本地人啊，会讲中文啊，简单的啊，他卖水果嘛。啊，这边也是啊，水果，这是他们进口的很多水果。这边有金店啊，金店。这边就是豆腐啊，来块豆腐。这个豆腐挺好，这是石膏打的啊，石膏点卤。小峰小的时候就跟我二妈家做豆腐啊。阿妈，一个的。立。呀，大哥。豆腐打呼。打呼。呀，不立打呼。好，爸爸。啥都给你了。satunya 6500。dua lah。dua apa lagi？ Ya ini udah。13。Ya siap。这都是员工啊，员工在这边帮忙。你让他，让他，大家保重身体。好，行吧，一路嘛，大家。好哥，马西比先忙干。12。这豆腐石膏点的卤才6块钱左右。12，贡巴利，2000。啊？谢谢，谢谢。Si Heru nambah tahu dua. Ya. 谢谢大哥。那大哥是客家人吗？客家人。
哦，让 K 啊到 Hogan K 啊，呀呀呀，谢谢啊，谢谢，耶，谢谢谢，客家人啊，这个开了很久了啊，这个小松以前在这买，差不多得十多年了，在这买啊，但很少，现在很少过来。还有卖花的。对对对对，很多剪刀啊，钢丝球啊，市场就是什么都有卖的啊。看着香蕉，大概一把也就是10块钱到15块钱左右啊。这边还有这些炊具啊，锅碗瓢盆啊，豆浆。苏格酱哈比斯呀，哈比，哇，是哈比酱，哈比，妈妈谁？妈妈不让你玩呀。妈妈谁哈？阿姨有点没灵的。啊哈，去世了。去了啦，我得几个大婚。几个大婚？嗯嗯。啥几大白呀？蓝蹦。蓝蹦。吉尼。呀。喂。哇哦。这个我现在才知道啊，这个。以前这个大姐在这卖这个豆浆呢，现在已经过世了啊，都3年了。就打的咖啡的呀，打的咖啡的。哦，2021年啊，我都以前都没有问过啊，现在。呀呀呀 ！Thank you 啊。呀。Review 一下嘛，干啥呢？呀，这个豆浆啊。哎，谢谢啊，谢谢啊 ，Thank you。啊，这个真的时间能改变很多东西啊，时间。听到也挺这个伤感的啊，因为这个以前总是在这买豆浆，从过去的老市场到现在的新市场，10多年啊。好了，这边是炊具啊，炊具啊，这种公鸡碗，现在这公鸡碗都跟过去的不太一样啊，材质不太一样了。现在做的比较精致啊，公鸡杯、公鸡碗，哇，这边是也是有很多这种八缸的，有感觉吧？是不是？你啥豆包吧？马古鲁，20块钱一个呢，哇！好了。这边是菜，卖菜的多呀，菜市场啊，啊，你看，姜，各种姜啊，黄姜、芋头，这边是偏调料比这边啊，小印尼用这个小洋葱比较多啊。还有这种印尼的特有的这种辣的辣椒，很辣，漂亮啊，红辣椒。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可能南方的朋友应该知道啊，这是木薯叶。像印尼做这些鸡肉啊，做些肉啊，都是基本上都是用这些香料把这个肉腌好，然后再炸呀，或者是烤啊，啊，这是印尼特有的。这还有臭豆，也是印尼特有的啊。你看，就是树的一个种子啊，但是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这个都包好了，很好吃啊，跟辣椒一起炒。还有另外一种臭豆，就是这种大的。也是味道非常特别啊，豆饼啊，印尼这种豆饼，你看，买一个吧，好久没有吃了这个。啥豆包吧？15+。要的不离啥豆？比萨先买白炒。比萨呀。哦。这个7块钱一个，大概啊，不贵啊。Thank you， 有，也可以买一半，也都可以。小松就买一个吧。豆制品啊，你看，豆饼、豆腐，这都是青菜啊，青菜。
印尼的黄瓜是这种啊，很少卖那种青色的长的青黄瓜啊。香菜很贵，在印尼买啊，很少用到香菜。倒着吧，西兰花。哦，哇，难得一见啊！三十 kilo 吧？三十 kilo 能不露？能不露？啊，30块钱一公斤啊。OK，Thank you，OK，Thank you。哇，西兰花漂亮。这里边的菜价呢，就相对来说比小聪去那个深夜菜市场的菜价要高一些啊，应该至少到高到至少三成吧，啊，贵到三成左右。比如说市场这边这个价格比菜市场深夜菜市场可能贵到三成，啊，比如说一斤10块钱，在这儿就卖13。哇。鱼肉啊，海鲜，哇哦，完蛋！这种鱼炸着非常好吃，白虾，你看，哇，很棒！新鲜啊，这边的都新鲜的鱼，非常新鲜。哇，美女大姐，你看大姐，耶！哎呦，你武当我还咋个表？这虾很厉害哈。你要买吗？你妈不理不啥都可以了。哦。啊。不是吧？这很贵啊，这得100多吧？一百多。一百多。一百多少？大概。100berapa ini？啊，120。PG。PG 啊。Mantap, seger ya. Seger, baru banget tuh. Baru banget ya. Tuh. Yo, mai ma. Yo, mai lo. Mai. Mai lo ya. Mai. Mai lo. Mai.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1 kg. 1 kg. 放开身体量咯。Yeah. 老板啊。Selamat dua puluh. Yeah. Jadi yang bagus ya, yang keras. Sip, sip. Yeah. Yang gede, yang keras. Keras kayak dia gedenya.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啊，来来 ，Yeah, yang gede, Yeah, itu suka, yang keras, ah, keras, itu buat goreng tepung, Yeah, masak tomian bagus, 1 kilo ya, Yeah, Yeah, oh masih kurang, belum, masih kurang, ini benar bagus ya, bagus tuan, so itu, wah, udangnya tuh, aduh, udangnya, ini bagus, udangnya sweet, udangnya mantap, siap, siap.这个虾确实挺棒的啊！两万呢？这边也很多大带鱼，上一次可能见到带鱼非常大啊！很大，哇！啊哦哦哟 ！OK OK， 谢谢！哇！啊！哇！买了一公斤啊！今天孩子们做虾喽！大花大花，钱给他们。Yeah. OK， 哎呦 ，Sorry， 哎呦，迷恋了。啥子？妹妹。行，哇，谢谢啊！哇，你看帮忙这个啊。好 ，Yeah， 慢点。啊。Yeah，OK，Thank you， 还可以免费给一袋儿啊。在这跳虾了，开始啊！哦哟啊 ，Thank you 啊！啊，谢谢，嗯。哇，红鲤鱼！哇，沙丁鱼！三个的呀，要不？哟，
棒的啊。鱿鱼，很亮啊，鱿鱼。哇，亮！巴拉巴拉被冻没了。还有鲨鱼，你看小鲨鱼。这条红鲤鱼漂亮，红鲤鱼。漂亮，几百人。哎，哎呀，快到手又来了啊！快到手，哈哈哈哈哈！啊，8万5，八万五，八万五，哈哈，两万的八万五，哦，八万五，不用八万五，你不用八万五。Nah, kamu mau kasih dia harga berapa? Nah, saya 85, tak potong dulu. Ini yang berapa? Ini yang 105. Ah, ini 100. Ini 100. Ah, 大姐，你看。可以。啊，这个呢？这个100，这个呢100。这个85。85，切了也，剥冻了也。保证，保证，这个。这个105。哦，105，85也慢的。剥冻了也。剥冻咕噜。哦，你那个呢？哦，啊啊。你，这个100。给你15000了。啊，15000，15000 ，OK， 保重呀，我懂啊，哇，保重，哇，印尼的快刀手啊，市场的快刀手，你看这是老板，哎，大哥啊，好，这个当多少？两 plus， 两多少？两大几？百就百嘛，哇哇，你看，哇，太厉害了，哎呦，哎呦。Demonstrasi lu sama jari-jari lu putus nanti. Oh. Ayo. Cepat. Ini pernah putus apa? Ah. Oh, iya. Ini ya. Oke. Tuh jangan berburu. Ayo. Ini. Eh, Pak ya. Pak Pak. Ya, thank you. Thank you. 好的，等一下付钱啊！你看，这个印尼的快刀手啊，啊，好久没有过来，今天过来啊，买一只鸡给孩子们炖了。好了，印尼小宋在印尼华人的菜市场，欢迎大家收看和点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记得关注。市场就热闹啊。